需要，需要，需要在这里是动词，意思是必须要，必须有。我认为，人需要睡觉，吃药需要喝水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最近工作太累了，我想找个地方放松放松。在这里，我们看一下“放松”的意思。跟我读，放松，放松，这是放松的意思。好，你看一看，晚上我们去酒吧喝一杯，放松一下。好，看这，我去洗澡，放松一下。这是放松，你看它。打针的时候，请你放松。